4月16号，有媒体曝光贾乃亮与老同学黄圣依等一群人相约聚餐的画面。当天，贾乃亮一身黑装低调现身，饭桌上贾乃亮笑容不断，心情相当不错，似乎未受李小璐删婚照影响。日前，有网友发现李小璐更换了自己的微博背景照片，把和贾乃亮的结婚照更改成了 More Than 的背景图。而近日贾乃亮生日，李小璐也未发声，断6年祝福就曾引发网友热议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